记者万于真台南报道，南台科技大学与奇美医院合作完成之多功能行动辅具手杖，荣获今年医疗辅具产品 3D 猎领大赛荣获第一名。有别一般手杖的单一性，多功能行动辅具手杖增加磁力、握力、警示照明及四点支撑，让长辈使用上更加安心。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南台科大表示，今年奇美医学中心医护群与电机系教授陈培展、创新医材暨照护研发中心主任杜义群、电机所汪瑞佑及多媒体与电脑娱乐科学研究所陈淑君等人一同开发功能行动辅具手杖，改善手杖单一握把、支撑、设计及用途的不便。多功能行动辅具手杖根据临床实际需求，结合生理光机电技术，增设磁力，让长辈可轻松拾起掉落在地的钥匙。手杖中也内嵌 LED 灯，以利夜间行走时的照明。单点支撑也改为四点支撑，并利用 3D 列印图像，依据每人不同的手型客制化可拆式握把。台湾老年人口数不断成长，医疗辅具需求也越发增加。南台科大表示，校方与奇美医学中心是长期合作伙伴，今年研发的多功能行动辅具手杖荣获医疗辅具产品 3D 猎领大赛冠军，全校师生与有荣焉，相信未来可开创更多医疗创新的产品。